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本期的屠龙记忆呢，我们给大家讲解一盘第十一届 LG 杯，就是世界围棋棋王上的一盘棋啊。对局双方呢，是由李世石对阵常昊啊。李世石的这个棋风呢诡异啊，这个战斗力呢极强啊。这个在双方短兵相接的时候呢，有其独到之处啊。那么本局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啊李世石的一盘棋。目前局面呢，应该来说呢是很平常的啊，还是比较平淡的啊。这黑棋呢守的都很结实啊，那么白棋呢，虽然呢，暂时看不到太多的目呢，但是呢，在上方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发展。按照这个棋局正常的进行啊，正常进行来说呢，这白棋在上面守一个啊，或者是飞起来，或者说是拆二啊，把上面呢，围成实地，加上这些目数啊，这个棋呢也是还是一个比较这个漫长的局面啊，比较漫长的局面。但是呢，对此呢，铺铺地板啊，这个拼光子呢，也肯定也不是李世石的这个棋风啊，也不是李世石的这个棋风。在这里，这个棋局怎么进行啊？把它引向什么方向？对此呢，李世石呢，给了我们一个啊，就是说一个开阔的思路吧。现在呢，白棋采取的呢是一种很多棋手都不容易想到的这个下法，它是呢虎，这个是先手段，然后呢几段啊。这个下法呢，一般呢就是说呢，的棋手呢不容易想到。这个断点确实是有啊，这个确实是有断点，但是呢本身大家注意啊，白棋的这个招法就是说呢是单关，就是黑棋粘上，白棋去断开黑棋的时候，白棋的这些招法啊都是单关，是没有目数的。你先走一大堆单关呢，就是说呢能不能有没有意义啊，能不能就是说走到实惠的东西，这个呢是个未知数。所以一般的棋手来说呢，知道有这个是这里确实是有个断点，但是呢一般呢不会轻易去断，会留着。而李世石呢就直接啊，也不考虑这个单关了，直接呢就给断了上来。这个呢也是显示出他对棋独特的一个理解的一方面。现在挖断黑棋以后呢，黑棋也就是面临这个考验，一眼望去呢，这个黑棋呢打吃是很简单啊。那么白棋粘啊，黑棋打，这都是黑棋呢很愉快的招法啊。这个白棋啊看上去都很熟啊，比如说这个拱，这个挖断，包括这个形状啊，都全部都是单关啊。那么黑棋呢跑，要做活呢不难啊，黑棋不难。不过如果走成这样的话呢，可能反而呢落入了白棋的圈套啊。这个白棋表面上看都是单关，但是这些单关啊走完以后，准备工作准备好以后，你这块棋呢就会变得没活啊，就会变得没活。那么你变得没活的话呢，白棋接下来就可以在上方呢大胆行棋啊，比如说造卒啊，威胁你这块的同时啊，把上方啊，它就不像什么拆二这么围住了啊，要大围了啊。这个呢黑棋呢就容易
落入白棋圈套。比如说你走，他就围啊，就算退吧。你以后最后是补活啊，但是呢，还是有点余味。他甚至于来说啊，把这个先手走完以后，啊，都要围到这里去了。由于上面多了好些子，这个呢才是白棋呢最终的目的啊，最终的目的。那么，面对白棋的这个意图呢，黑棋呢也看穿了，也看穿了。就是说呢，表面上啊，白棋在走不少单关，但是呢，如果黑棋在做活的同时没有办法进入上面的话，黑棋呢是不好。那么面对这个形状啊，黑棋呢也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搬这个。搬这个呢，确实也是这个白棋形状的弱点。现在不能挡啊，白棋不能挡，但是很想挡，但挡了以后呢，这个毛病很明显的就出来了。黑棋可以吃，可以吃在这边了，然后再粘上啊。那么白棋你尽管能吃啊，但是下方啊这好几十目已经呢被黑棋吃掉了。即使你白棋能够围一个把这个黑棋这块吃掉，但是黑棋呢就算把上边分头，这个呢白棋是不行的。这个结果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黑棋拿这块棋和白棋这块棋进行了转换啊，这个目数差不多，但是呢上方的要点被黑棋抢走了，是吧？同时你这个挖断黑棋的这个孤棋也不见了，白棋呢也没有任何借用，以后反过来黑棋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借用，是吧？这样的白棋呢是也是明显不行。所以白棋弃掉这个和这个转换是不行的。那么白棋呢就只有粘上，白棋只有粘上，粘上。那么黑棋先打啊，黑棋先不着急跑出来啊，先打完以后呢先反击出来。那么由于这地方有跳，白棋这块棋呢必须得补，必须得补。那么给白棋制造了一些麻烦以后，黑棋再跑啊，这个相对来说呢以后呢就会轻松一些，是吧？但是呢白棋啊，这个黑棋甚至于搬这个都可以，简单的不行，那么白棋呢势必要先藏啊。藏以后呢，由于这个尖是先手啊，这里有断点，所以黑棋呢还是得先走一个，白棋呢这做活。不过这两手呢白棋呢也还是有损失的啊。第一，帮助以后呢这里目数增加，以后呢这里还会欠下一个断点。好，那么现在呢白棋走了好几个单关，黑棋在这外面得了一些便宜，那么呢这块棋呢黑棋就开始跑啊。目前情况呢又比刚才直接打出来要严峻多了，由于黑棋在这外面得了不少便宜，白棋怎么攻它增加了难度。第二个呢，轻易的让黑棋跑回去白棋围上面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地方你轻易的跑回去，就是说让黑棋回去的话，你即使能围住上面啊，这个当然漏洞还很多，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断点，这块棋没活。所以白棋简单的啊想实现刚才的意图已经不行了，由于黑棋这里拱出来了，那么白棋在这里只有呢开始用强，要准备呢追杀这个黑棋。黑棋退，白棋小尖啊，由于这个长号防守得很好，白棋现在自己啊有点骑虎难下，他不是已经没有就是说通过攻击去围控的这个变化，暂时呢没有这个变化了，由于自己欠了一个断点。
那么已经处于一种呢决心呢要开始杀棋的这个路了。但是呢这块棋呢并不是呢想象中那么好杀。现在黑棋团作业，白棋呢就要分头啊，就要分头，嗯，把黑棋头分住再说。那么黑棋打吃，现在要求做活，白棋现在呢，正常当然是粘上啊，粘上。不过粘上以后呢，黑棋这个地方一贴，刚好呢，可以做活，啊，刚好可以做。这样呢，白棋不行，虎一个他就顶，加这个呢他就加，啊，这样呢是正好呢是有两个眼，正好是有两个。所以下到这啊，李世石呢也是有点奋不顾身了啊，继续虎啊。当你提的时候，我就掐啊，一个一个呢开始吃。这个招法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玩命啊，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个玩命图啊。但是呢，李世石啊，经常啊，就是使用这种招法，那个，把局面呢搅乱啊，搅乱。他不管怎么样，我先把局面搅乱，到时候大家呢在混战中呢寻找机会。这个呢，虽然很玩命，但是呢，黑棋要应对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现在暂时直接冲的是不行啊，这个就看上去这个包围网啊，似乎就是说，还是有点薄弱。但是你就这么冲了，他就全给你撑住，啊，暂时一下子呢，还看不出这个白棋的这个弱点。那么黑棋呢，现在只能先挤，啊，先挤，还是要求做野，还是要求做野。反正你不走呢，我就一顶，我就做活啊。我只要能做简单的做活呢，我当然还可以的。那么这时候呢，白棋吃啊，吃一个呢，兼顾这个破眼，顺便呢把自己毛病呢补一下。如果吃在这里呢不太好啊，吃在这呢，黑棋呢由于这个拐是先手啊，黑棋可以这个冲。冲了以后呢，黑棋可以打吃，啊，这个呢，白棋呢危险，啊，就是说我吃黑棋可以比较轻松的做活，他就粘上，啊，由于粘上是先手，这一打吃一团就活了，啊，你也走这个呢，他就一压，啊，这两个子呢很难逃跑，这样的黑棋就比较容易做活。你要是走这个呢，当然也可以考虑，但是我这样轻松活了以后呢，你上面能围多大，这个呢还不知道啊，因为这个地方病可能本来是先手，现在也不一定能走得着了。所以呢，白棋选择了啊更为这个复杂的下法，就是他先拐拐吃。当然这时候黑棋不能顶这个啊，这个做个打劫杀这个不行，这个白棋是无忧劫啊，这个劫是无忧劫，这个黑棋是不行的。那么黑棋呢就必须往外冲，现在冲呢大家可以明眼就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呢，白棋呢是挡不住了，白棋吃这里要断，白棋吃，这样呢当黑棋啊往外冲的时候呢，白棋是挡不住了，就黑棋吃掉，把白棋这个吃散啊，外面形状吃散，再冲。表面上是白棋呢已经有点支离破碎的味道，但是呢，这个白棋其实呢柔韧性呢还是很强啊，还是很强。
这个退，继续走，啊，已经似乎是给冲烂了啊，这个挡不住了。由于这个黑棋压这个是先手啊，他先压了一下，已经压了，你只能长，啊，可以冲。这个呢，似乎是已经挡不住了，因为这个贴还是先手。但是呢，白棋啊，就退。这个白棋的包围啊，就像一根很柔软的这个蚕丝一样啊。这个，虽然被黑棋冲来冲去啊，眼睁睁的看着就要冲崩溃了、冲断了啊、冲烂了，但是呢，它还是能够呢，又兜这个圈子啊，绕这个圈子呢，把你围住。可见呢，李世石的这个棋风啊，还是非常的这个，虽然是好战，但是呢，他也不是完全的像鼓励一样的刚力啊，他这个战斗中呢有一定的柔软的这个成分。黑棋冲，啊，白棋退，黑棋再冲，白棋呢继续退，啊，虽然黑棋在一直高歌猛进，不过呢，到了这个最后，还是呢被白棋拦住，啊，拦住。这个棋啊，白棋可以说是下的抵抗力是非常的强啊，看击打能力是非常的强。那么现在黑棋啊，活是能活的，就是。如果你是指简单的最简单的靠着活呢是能活了，那么白棋粘呢是先手啊，黑棋你能连回去啊。不过呢，这一串单关连回去以后呢，由于这边啊已经有损失，中间也有损失啊，这个再被白棋啊这么围一个的话呢，这块空由于这里还有个断的味道不好进去了，白棋依然达到了就是说把上边呢大围的这个目的啊，大围的目的。由于黑棋这个中间损失啊，这里以后还有这个损失的味道。只是单关连回去的话，黑棋呢并不能乐观，这个棋啊黑棋并不乐观，所以黑棋对此呢也得采取呢更加激烈一些的招法。黑棋的挖，做活的同时啊，还想寻求最大的利益，这个局面呢就越来越刺激了啊。白棋呢，必须打吃，粘上是不能考虑的啊，粘上是不能考虑的。这个被黑棋立着连回去。那个白棋肯定不够，你这里再怎么围不够，这里的木差太多了，这以后还要打飞，这个白棋是肯定不行的。那么白棋势必呢要打这个，有了这个以后呢，黑棋啊这个断的毛断打的这个白棋的弱点就出来了啊，粘上那么白棋虎这个是没有用的，所以黑棋贴开始为这个断打呢做准备，白棋先搬一下，黑棋搬，然后白棋呢这几个子也需要连回来，再搬一个，搬一个。现在中间呢黑棋还动不了手啊，因为这个粘啊或者说这个打吃啊都是先手，因为这个随时下步一断三个就死了。但是黑棋呢也准备了打吃，跟白棋啊这个继续作战。不过这个作战呢抓住白棋弱点的同时啊，也呢加重了这个赌博的砝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打吃以后他提，就是说呢把自己这条大龙的死活呢也堵上去了啊，也堵上去了。这个呢也是这个黑棋呢觉得单纯的连通形势不太不见得不赢，所以呢决定呢也是一赌胜负
啊，双方呢下到这里呢，局面不但越来越复杂，火气呢也越来越大啊。那我把这个条大龙的这个砝码呢也加上，大家一起赌。然后呢，这个黑棋打吃。这时候呢，白棋暂时不能粘。如果粘上的话呢，黑棋呢，在这一带啊，由于有这个冲，还有这个冲的味道，在这一带呢，如果能获得一个先手，啊，但这个呢还不一定是先手，真的。但是他通过退，通过作战以后，在这一带能够获得一个先手的话呢，那么以后这个地方有冲的味道，还是可以冲吃的味道。所以白棋，你看这个劫，暂时咱们先打着啊，先玩着。那我先把外面呢补上，那补上。这四个看上去危险，但你吃不着我。那么这个劫，咱们就先玩着。啊，这个劫呢就开始打起来啊。黑棋呢提，白棋呢点一下，黑棋。白棋呢提，现在局面呢这里虽然很乱，但是呢大家还是需要注意一点，就是白棋在这中间走来走去以后啊，白棋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啊。这里有提，这以后一段还能把黑的吃了，这里以后也有提的机会啊。这个呢就是说白棋实际上已经在中间获利很多啊，黑棋呢在这不能随随便便呢退让啊，这边的那么黑棋差，白棋呢断啊，黑棋呢面对这个白棋断呢也需要这个应对啊，黑棋是吃。那么吃在这以后呢，白棋呢一看呢黑棋这个地方已经不好包围这个白棋了，所以呢他孤注一掷粘上，展开对杀。那么现在都是双方是骑虎难下啊，骑虎难下，只能开始拼气了啊。白棋冲，黑棋呢先走两下，上面的气呢藏一下啊，再冲，白棋呢挡住，黑棋冲，白棋断，黑棋叫吃啊，白棋提啊，这个劫呢是没得打。这个是不可能找得到劫材的，只能粘上。那么白棋打拔，就形成了这块和这块对杀的这个局面。黑棋拐，白棋提啊，黑棋呢跳一下，把这边的气呢上面的气得藏出来。白棋粘上啊，不过在这些杀的当中啊，这白棋吃了这几个以后有断啊有提，这白棋的目数呢这过程中呢还是便宜了不少，还是便宜了不少。那么黑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是呢一门心思开始收气搬啊，这个是要点啊，这个是救命的要点。黑棋呢弯，现在不能打，打那白棋就给你开劫了啊！开劫了，由于这个打完以后，白棋黑棋呢也很重，所以呢，先只能弯。白棋并，这个都是长期的这个要点。然后呢，就开始老老实实收气，提。这个呢，到此为止呢，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是说这个棋，黑棋啊，就明显呢比白棋呢要重一些啊，明显比白棋要重一些。黑棋龙比白棋大，是吧？同时呢，白棋在外面通过这些战斗的时候，已经获得了不少利益啊，不少利益，可以说呢是黑棋相对啊就明显要困难得多。白棋作言啊，虽然局部似乎黑棋啊的先手劫有利一点的劫，但是呢，白棋呢这个还是可以，周旋与黑棋啊，粘上，手气啊，
来继续收气啊，我们来看看，黑棋呢继续收气，白棋挤，黑棋钻，白棋收气，黑棋呢踢啊，白棋收，白棋收，然后呢黑棋挡吃，白棋呢提掉。那么到此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景气节啊，一个景气节。由于黑棋这个自身呢啊并没有这个太多的这个劫财啊，并没有太多的劫财，并没有劫财，别说一个劫财都没有啊，那么呢这块棋呢肯定白棋呢就不会再硬了。实战呢他是先点这个啊，白棋一看呢也就万劫不硬了啊，吃掉，就把这块黑棋呢大龙呢终于给补杀。这个杀了以后呢大家注意啊，就是吃掉这个大龙以后，这外面你看这三个字死了，这里还欠一个段啊，这里都已经提着了，这里呢以后还有提的线索啊，就是外面还有种种的这个便宜啊，外面这黑棋一飞啊，虽然把这个白棋大脚也吃了啊，本来这个脚是白棋的，那么黑棋这个一飞以后能把白棋虽然能吃掉一些啊，但是呢由于这个外面损失过于惨重，形势呢还是不太好啊。现在大家别小看这些子啊，如果就是没有这些外面的便宜，刚单纯的吃掉这个被跟黑棋转换白棋呢还是不够的啊。那么现在呢白棋就是说再稍微以后呢借用一下啊，借用一下呢就能够呢就是说呢获得优势。他现在呢先冲一下啊，不过这个大这个黑棋在这个之前啊收气的时候呢先走过，收气之前，那么他冲一下，黑棋粘啊，白棋呢再粘，然后在这个地方稍加借用。现在白棋的目的呢也是比较这个明确啊，就我不是非要在里面出棋啊，只是呢在里面呢多点借用。占点便宜啊就算了。收收气，这个呢由于黑棋接下来啊还需要补，白棋呢就是说实地呢还是有优势啊，把这个断吃了以后能够呢获胜啊，虽然优势不是很大。这盘棋最后呢常浩呢在这个脚上这个计算当中呢由于时间不太够啊，就是结果呢超时呢付给了李常浩，当然呢棋局呢也是白棋呢不错啊。整盘棋白棋从这里单光段开始呢对黑棋这块棋啊一直发动的这个追身啊紧逼，黑棋虽然呢不停的在冲击白棋的这个防线，但白棋的防线呢犹如一道这个柔软的这个渔网一样啊，就是说呢让黑棋呢也是无法脱身，最终呢白棋呢截杀黑棋，可以说呢白棋这个下的攻击啊下的是非常的这个漂亮啊，也很让人赏心悦目。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讲座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